手机垃圾太多，打开这个开关自动清理手机垃圾，说了1800遍它能帮你清理垃圾，为什么就是不听？它能每2小时自动清理，释放手机内存，赶紧点击视频下方下载清理吧，不信你就试试，错过今天手机就浪费了，免费清理一下吧。